战国乱世，大争天下，风云人物，枭雄横空。那历史的滚滚洪流，记得下君王更迭，留得住百家争鸣。又能否看清人性的虚情与真意？那灿若星河的浓墨篇章，华彩英雄中，可容得下一女子力挽狂澜，步步为营？怀瑾先生，怀瑾先生救我，先生救我。欠他娘的怂，让开！主公，城中断水断粮了。怀瑾先生，我先生救我！罢了，你与我有再生之恩，今日我最后保你一命，算是还了债。怀瑾先生，可有计策能保住城池？齐将军能天真这么些年，还真是让人羡慕。你们留着这一盘烂棋，叫我怎么收拾？我宋初一是人，不是他娘的神。亡命休矣，死不了，扶我一把。护送先生出去，同生共死。先生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怀瑾先生，先生，快走！都跟着我走。韩军攻城，关城门，应战！他是周游七国、智谋无双的一等谋士，怀瑾先生。高山流水，毛尘致远，知音难觅，明君难寻。贵池所献灭国论，何家何人言论？外臣宋初一。大争之事，谁人藏雄心？而灭国论正是外臣想奔走宣扬的言论思想。先生可愿入秦？秦公明鉴，在下此行正是奔秦国而来。先生好手段。在下自出师以来便看好秦国形势，早欲入秦，不过因欠了某人一个人情，便答应在魏国三年，三年以后必将入秦。她是侠骨柔肠、心有丘壑的奇女子宋初一。初心不忘，真情不泯，一人白首待可期。别木头似的，过来扶我一把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赵。是姓还是氏？不知。可有名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我给你取个名字吧。倚楼听风雨，但看江湖路。赵倚楼，怎么样？好。他也依然渴望良人，不愿独自走过孤掌难鸣的一生。有人懂，有人喝，涓涓细流，最是润物无声。怀瑾，下雪了。是吗？打开窗子，我瞧瞧。我刚刚问过大师兄了，你这些天可以下地，我们去阁楼上看雪吧。好。哎，我背着你。
楼，你瘦了。再瘦也背得动你。还怨过吗？一念之间的怨而已，相比之下，我更怨自己无能。我从来只能跟随着你，可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臣是王的臣，而心终究是自己的心。明君难寻，可寻见了明君，还能再是那白首不离的爱人吗？怀瑾，做我王后吧，做寡人的王后。王上想让臣随您归去，你的心意我已知。红尘热闹，白云冷。王上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吗？他没有野心，没有心机，不趋利，纵在军中颇有声望，亦对大清没有实质性的危害。敢问王上，他为何必须要死？因他对你的执着。你对他说了什么？赵将军能否见上您最后一面，要看他能否杀到这角楼上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这两绝酒中有一绝是鸩毒，太傅若是自己选到有毒的那一绝，就赦免赵将军；若是选了无毒，太傅与赵将军同去。皇上是想赌天意。谋事果然不能太多情。皇上既有心放一条生路，我就信你最后一次。寡人这一生的情，一生的信任，都用在这里回了。纵横捭阖的天下棋，做那执棋者，掌这天下局，能否换来无悔一生？层峦叠嶂，暗藏杀机的矛拳之下，终是有动人心魄的一旦真情。纵使是昨夜星辰昨夜风，但求曾有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浮现千里，运筹乾坤，博那爱恨情仇，亦这大好江山，是美人更是传奇。谋一个举案齐眉，谋一场权倾天下。